太好了。那我本来想要带狗狗去散步，可是因为养什么那种，我说对啊 ，vlogging， 我今天不是说好了我要 vlogging 吗？真的好惨哦。Human behavior 就是在就你附近很多的，这包包是那一个是两只手机在很敏感哎，这个包我刚刚也是看，我觉得好丑哦，我这辈子不会买这个包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啊，现在午安了。今天我打算呢，就是之前的 vlogging 我已经不管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剪了，看能不能放在前面。如果这看到在中间，那表示我有成功把所有的累积起来。那如果这个是开头的话，那就是今天是新的一天。然后真的太久，因为我现在发现我在2019年跨2020，我就说我的新愿望就是我可以就是在 YouTube 就是可以分享很多的生活，然后每一个礼拜至少都要发一个影片，这是我之前就是希望的。但是我发现好像执行的没有很好，所以呢我就想说好，那这个月五月嘛，也是基本上是我的生日月，我不想说我几岁了，气死我了。但是 anyway 就是我想说好啦，就是送自己的礼物，就是自己更认真，就是更认真在于不管是我觉得我的生活，我的工作，我觉得想要再做更不一样的，就是更不一样的啦。我想跟以往就是我过去以来怎么样生活，我想要做一点改变。然后所以呢我就打算想说今天不管有多废，我一定要发这个 vlogging。 然后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因为前几天都一直下雨啊，下到就是心情真的好差哦。那今天真的大太阳的，然后我觉得空气就是真的超好，我要开着给你们看啊，今天的太阳太好了。好了，就今天呢，因为我有一个好姐妹，她最近她一直想要吃 Lady M， 所以我想说好吧，那就买个蛋糕，买那个 Lady M 给她吃，然后让她工作就心情好一点。今天我是跟我一个好朋友、好闺蜜去买那个蛋糕之后，我就打算去送那个蛋糕到我朋友工作的地方。今天因为天气很好，想要带狗狗去散步。那待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可爱的小狗狗啦！哇，光真的超好哎！今天头发有点塌，所以戴了帽子。好多人今年很流行渔夫帽，其实很多人这样子戴，为了 logo。可是这样子其实头型是不好看，所以真的戴法它其实就是它的标签在后面，这样子戴才是正确，它头型这边才会好看。好吧，希望待会儿没有太多人。那先这样子了，待会儿再跟你们聊哦。说啊，这个指甲超漂亮的，这一次也是在 Elmore， 我觉得这次指甲超好看的，因为当时的剧情是那个嘛，就是我知道天丁要跟丽玲结婚，然后那段时间就是我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大家都在猜到底延期是死了还是活。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死，所以我就知道一定会是在婚礼我会回来，所以我就刻意弄了超婚礼，就是很适合婚纱用的指甲，但是就是日常生活也是很好看的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就这个其实蛮素的，但这个就比较有一点那种bridal 的感觉，这个，但我觉得超自然，超好看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我要赶快去信义区的 Lady M 看有没有位置，然后我打算在那边，因为我那个朋友是2:30上班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那我先过去，就是喝个咖啡，吃个蛋糕，跟另外一个朋友，那就这样子啦，待会儿再跟你们聊。超自然的，我忘记了，东西都吃完了，这就是我说的闺蜜，有人在看到她，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啊，恭喜，希望你跟你的小鲜肉，我想说小鲜肉到底该不会是你？他绝对不是我的小鲜肉，完全也没有在暧昧的其中，好不好？他有他的另一半，我有我的另一半。没有啊，你是在单身？没有一半，有另一半，有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对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讲吗？好，没事没事。对，我们今天就是带着花，
对，我们吃了蛋糕。你什么时候看你的 YouTube 吧、啊？你不是说你要开吗？对啊。那你要开什么？不知道，旅游吧，但现在又不能旅游。哎、啊，对，现在不能旅游，但是如果杀青，我跟如韵姐他们要那个。为什么刚刚我戴帽子很好看，我现在戴帽子不好看，我要把它拿下来。戴帽子就是看看人，看时间。今天 ADM 人很少哎，周日哎，天气那么好。不是因为他们有，就是那个时间。不是他们有隔梅花座，因为疫情，所以他们排得比较开。哇，他们好贴心哦。但我待会还要买一些蛋糕。哎，蛋糕我们可以放，我们要先逛再买，是先买再逛啊？你真的停着吗？没有停 A4 这边其实全部都塞车，就好多车。我觉得我先去看 iPad， 我哥的 iPad， 然后你看你的包包，然后再回去。好呀，就这样子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他是伯爵的，我们喝玫瑰。玫瑰海盐，我很喜欢咸甜咸甜的东西。前几天我还买一个爆米花，超大的星巴克爆米花，我超开心。我说哇、哦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他们说六月好像是有预购，是可以8-5折。我就说我要10包，然后结账的时候1包400多，然后我就说所以我要买10包4000多，然后我说算了，我5包就好了。有时候买东西太冲动不是好事。好啦，那我要补个妆了，刚刚戴着口罩都脱妆，补个妆待会再继续简单逛。然后我还是要完成我的诺言，就是要带狗狗散步，趁太阳还在，所以我们行动要快。待会再聊喽，希望今天 vlog 顺顺利利的。而且刚刚你知道我不是在车上录了一段，然后过来本来要拍，我就完全忘记。然后刚刚在滑手机，我就看到一个粉丝说，好久没有看到你的 vlogging， 你的那个就是保养什么那种。我说对哦 ，vlogging， 我今天不是说好了我要 vlogging 吗？真的好惨哦。好啦，再跟你们聊，待会再见喽，再继续跟你们分享要怎么样，就今天要做哪些事情。好，先这样子。刚刚旁边有一对情侣在看我到底在干嘛，有的时候 vlogging 真的很尴尬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待会再说，拜拜。哇，太阳，可可，弟弟，走吧。我开心了呢。哈喽，这小朋友好可爱，他们在打棒球，然后他们说。现在不适合丢球，因为有狗狗。这里有教练，让我朋友帮我带走散步。天气太好了，不带狗狗散步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。刚刚。送完蛋糕了，而且刚刚还 去买了书，待会给你们看好了，我们买了什么书。狗狗散步完，然后我们今天想要分享我们买的，哎，我的东西，你先聊天。Hello， 我们刚刚遛完狗回家了，对。然后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因为前几天都下大雨，今天太棒了，是个非常好的一天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去书局买的书。对。我们今天去成品，然后因为你是想要买一本书，你先介绍你的好了。对，我今天就是看到一本书，在网上看一本书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超适合我。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，他也觉得就是很适合他。对，就是这个每天演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。对，因为我是比较情绪性的人，就是那种说来就来，
对，他个性有点太直接，然后其实他 EQ 很好，但他 EQ 好不好就是很不稳定，对，就是一下很好，一下又突然暴走。嗯、因为我认识他，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你才几岁？16、17吧，16，还没18，我觉得还没18，我记得16、17，然后我们是在教会认识，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小男生超乖，然后我们就意外的就是很会聊，然后他也是就是那种会很主动，就是刚好比方说在附近啊，要不要就是约下午茶，然后我就跟他很聊得来，因为他个性超成熟，所以就这样子，然后虽然之前被偷拍到，我真的觉得笑死了。我们真的好到就是刚刚我说的，他不把我当做女生，我没有把你当做男生。对，就是什么都可以聊，聊，然后跟对方家人也还蛮好。哎，对耶，你跟我家跟我妈他们也很好，对啊，然后我跟你阿姨他们也很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很难得。对，而且那这本书好，你再讲，我觉得很适合他，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然后我从小认识他，他从小啊就是我们很久认识，然后他自己你有自己事业，那就反正他做的还不错。那因为大家知道他有在演艺圈啊，有演技，我们之前哦对了，我们有同公司，所以才会更好，所以我们就才会认识，就是一直都是有对啊，也超过10年了，对，好可怕哦，对、啊、对。然后这本书呢，是因为就是他 EQ 好，但是他对于很多事情太直接到，我常常跟他讲说，可能工作上你真的不能太这样子，就是个性直接很好，但是有些不行。那你觉得很适合你，你要不要分享？我刚刚打开第一页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就是我的书。他这边就写，小时候哭是搞定问题的绝招，长大后笑是面对现实的武器。对，我觉得光打开看到这两句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本书真的就是很实用。然后我觉得说，因为我太想到什么说什么，然后就是可能旁边人就很常替我捏把冷汗，因为还不知道我随时会讲出什么话，超恐怖的，有的时候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一定会看完。对，我家狗狗在那边在干嘛？一直你想干什么？超诡异。好了，然后那我的书，因为我都是看原文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厉害，就是 tiny changes remarkable result， 就是小小的改变会有很不可思议的结果。然后 atomic habits， atomic 就是叫什么小小的那种，就是反正就是很有爆发力，小小的但是是很有爆发性的习惯，就是怎么样可能一些不好的习，就是改变你小习惯会对你人生有很大的改变。那因为我常常就是只要看到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， 我就会很容易入手，因为对，然后这个是就是怎么样把不好的习惯改变吧，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有些习惯就是真的是已经可能就是30几年一直都养成的，要改变很难，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外来的一些刺激，那我觉得书就应该就是可以让我就是可以去多想一些了。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我真的讲就是 surrounded by idiots， 就是 four types human behavior， 就是在就你附近很多的白痴，然后说有四个人的个性，然后要怎么样可以 effectively communicate， 就是怎么样有效率的去沟通。我觉得因为我发现我很不会跟人沟通，就是他是太直接，我是太不直接到，你太会冷，对，然后就是常常委屈到自己受不了爆炸，然后你才就觉得啊，我就可能，而且我发现我年纪越大，我的情绪很直接，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情绪真的有时候太直接了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我需要懂得沟通。其实也不是说我身边的人很多白痴啦，只是我发现可能我想要表达的可能别人听不懂。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，一个人听不懂，那两个人听不懂，我觉得那就是自己要改变。就是很多人我发现在年纪很喜欢怪别人，就是你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然后你就会说啊，别人就是他不懂，真的是很烦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发生就是讲同样的事情，那你要开始反省，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？所以我觉得，反正之后我们再分享。对啊，我们看完之后看完再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们有个毛病，就是我真的很多书，然后我最近买了超多好看的书，但
都念到一半，真的念到完的，就是一定要很精彩。因为我们两个都双子座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常去诚品买书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有会员，所以每个月有一个七七折。对，诚品超好，真的，他很鼓励大家去读，就是每个月一本七七折，真的差很多，很便宜。对，像这个也都有打，就是这个。但我这个有七九折，我有七九折，因为是有在推荐的排行榜，对，因为它是排行榜的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说，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还蛮喜欢看书，但是我们两个又常容易被新的事物吸引。对。所以我们一本还没看完，哎，可能因为觉得这本书的精髓已经差不多了，对，然后就被别的书吸引，对，然后从头就一堆书，对，然后没有一本是看完。其实还有一本书，我突然就想到我必须读的，但我没有读，改天再跟你们分享。反正我觉得这样蛮好的，我觉得这次 vlogging 我觉得很随性，但是我们就想说，哎，介绍你们那个，然后我还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顺便那个好不好，包包开箱，有没有包包，就包包里面有什么，我也把我今天出门的，你也把你的东西。 好我们今天我觉得这样子 vlogging 比较有那个，比较随性。对，你有没有吓到，就觉得很，但还好，因为我包包没什么东西。你有什么保险套之类？开玩笑，我就是今天小包。好好好好，那我先来介绍我的。 好先介绍你的。我刚好今天背了新包啊，是 BB 的，超好看。这个是最近还蛮红的。 对然后很多颜色。 对其实我真的好看了，我原本是想要绿色，但我发现四杯后真的是太亮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。其实你很适合，因为年轻，我觉得好像皮香味好香。皮味还是很重。 对那它就是小羊皮的，很软，好漂亮哦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有一个是比较抛一点，比较凸一点，但那个就是感觉比较大，它是亮，对啊，比较亮皮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这种颜色会越用越好看。对对，没错。那其实我的东西就很简单，因为它蛮小的。你有什么？就是皮夹。嗯，这皮夹还不错，我们看了多少现金。然后小，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多？那哪一个好用？你觉得？因为这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啊。看一下数字是不是吉利，2600哎。你是故意的吗？那可以帮我包哎，真的。对，我大部分用信用卡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很整齐。然后，那你这个装什么？我顺便帮你看。就是一些名餐厅的名片啊，零钱啊。真的，但我觉得很多人问我 SLG 最好用，我觉得就是这一款，因为我自己也有。哎，我待会就介绍。它蛮能装的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你今天超少哎。口罩，因为现在疫情，所以去哪就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有两只手机，所以我这包包就那一个是两只手机，现在很敏感哎。嗯，我一个是工作的啦，对，所以一个就是私人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其实就大概装这样子。其实可以算装蛮多，因为这个包。然后我还有一个钥匙。家里钥匙大哦，而且你是配好的哦，也是 BB， 好看哦。对啊，就我喜欢蓝色的。那最近 BB 真的很好。对啊，那我就是，哎，我今天背的也是新包，我感觉好像我们很配合介绍新包，但不是。对，我们没有约好。这是因为前一阵子就是争议性很强的，就是这个包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台湾叫做麻将包，但是这个叫做 multi purchase accessoire。我好难讲 ，multi purchase accessoire， 然后我也不会讲，就是那个法文。然后呢，这个包我刚刚也是看，我觉得好丑哦。嗯、我这辈子不会买这个包，这个包到底拿来干嘛？然后呢，我就爱上了。其实它真的非常好搭，因为我觉得任何就是你比较休闲的东西都可以背。因为它有两个颜色，有一个绿色跟粉色。我本来想要绿色，因为我很喜欢墨绿的颜色。可是墨绿的颜色，它颜色不像这个，就很明显有两色。然后为什么我选它？因为你们知道，现在 Prada 很流行那个包，也是就是也是有两个包的。然后我想了很久，我本来是差一点买 Prada 的，因为我觉得 Prada 的就是价钱比较便宜。但这个我跟你讲，从刚开始50000多，现在已经降价到60000，还好我还没涨价。就可以订到，但是就是最近才拿到。然后我为什么最后很爱它，是因为它其实真的很好搭，而且超耐装。再加上因为我们有些包有时候很怕就是退流行，那怎么办？这个退流行我跟你讲，全部拆出来它就是一个小包啊，就是一个收纳包。就是给你们看这怎么弄，就是这个呢，就是把这个拆开来呢，就是哎呦我的妈呀，它就变成一个，这个也有一个链子，然后这个链子也可以把它拆开来，然后链子拆开来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，这个也可以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呢这个也把它拆开来，然后这个呢我可以放在我的 Speedy 包。你们记得我有个 Speedy 包，这也可以当零钱包，零钱包。所以你把它整个把它拆出来，它就是
就是光这个可能就一万多，这个也要大概一到两万，然后光一个练这个也要一万多，你加一加，那不如买这个，然后哪一天不流行了，哪一天你背腻了，全拆开都可以用。对啊，而且这个放到大包里也 OK。对啊，我可以把它拆开来，然后放到大包里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用。然后给你们看里面装了什么，我前面就是装我所有的化妆品，就气垫了。然后有好多口红，这是我送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气垫，对，你生活是蜜粉的，对，对对对，蜜粉超好用哎，对对，你这个是你在机场帮我买的，因为他之前出国，你看装超多，我可以装好多口红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根本就还有空间，然后可以放很多哎，对对，这个好。这个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我就装，也是可以，你这个是可以放长夹哦，长夹是装得了的。然后这边我装什么，就我说的，我超爱的，我 SLG 我大推这个，然后就是 AirPod， 然后护手霜，然后还有一个哦，这个我也要推荐大家，这个就是一个香水牌子做的。干洗手，但是一般干洗手就酒精味很重，它这个有它的玫瑰味，因为它这个香水最有名就是一个叫什么 No Man's Land 什么玫瑰，反正一个玫瑰香味它超有名啊。我有那个香水，然后我很喜欢它的玫瑰味，我就买这个，现在就洗手就可以用。对啊，就不会觉得说一用马上都神水酒精。对对，因为我的手真的很干，然后我很容易那个角质，所以怎么就是有那个角质，所以我都用这个。然后这个真的超好用，它其实可以装很多。超乱的，然后首先我这边有好多张卡，然后我还有我的车。但你这个是比较多层的，我那是只有一层，哦、就是比较零钱。我有一二是对三个，然后我这个是还有车钥匙，然后还有现金，还有一堆，超耐用，所以我所有的小包都用这个。虽然这个是后面这个是装得了长夹，所以我发现，你看这个装这个我还可以放那个，还可以还有很多空间呢，我还可以装。手机啊，我还可以装，对，手机都够，对啊，而且然后这个呢，我就专门放什么，这个真的是超好用。很多人觉得这个放不了东西，但我放超多东西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就是有什么呢？就是我代言的曲艺哦，对，最近我代言的那个，很多人拿我照片拿来做别的销售，但我代言的是曲艺，这个是魔女。就是饭后，这个是大餐前。好，除了这个药，我还有就是我最近鼻窦炎吃的药。就是药我都会放在这边，然后还有首饰，所以有的时候因为我出门有些首饰会先放着啊，戒指或什么都可以放在这边，它都不会压，超大，或者你要放零钱，当然我已经有带零钱包，你看你这样子装，真的可以装，或者你可以放 AirPod 放在这边，而且很显眼，你这样放着你也不会忘记吃那些对健品啊，或是一些，所以超好用的，而且你看这个有一个好处，这个包包就是因为这边有挂的，你也可以这样子挂，如果你想要挂的话。都真的很好用，我以前说哇，这打死我不会买，所以人不能说的太快，所以我觉得这个，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订不到，然后好像对啊，整个都缺货，代购喊到七万多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，所以这种真的是要买要快，这种有时候精品其实这样，对，但是有的时候下不了手，就要你要想一下哦，对，最近前一阵子我不是推荐小香一些小包什么，现在那个小包方胖子。涨25%，要死！我真的好贵哦，因为还没涨之前，台湾好像是八九万，九万多，现在变10万多。对，但我有一个小方胖子，是他在西班牙的时候，我托他买的，然后还好有买，我至少有一个方胖子。结果我帮他买完之后，我的皮夹就被偷了。因为可能太显眼了，就是拿着名牌。出国真的是我觉得低调一点，所以我有。像有很多人什么提 Remova 那种，其实我不太推荐，因为真的很容易被摔。就是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特别，因为我之前好像认识有些，就是他们说他们看到那种就很不爽，就是会刻意。对，比如说在机场可能会就是反而更大力摔。对，所以就是觉得、我之前也是买 Remova， 但我觉得几次下来真的是蛮心疼的。我们就是到一些国家，因为可能比较就是机场会比较多人的机场、就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那个好好的就是放好行李就会对啊。好了，今天感谢你陪我今天就是聊，可是我头发打结到这样子
好，反正我之后把你的 IG 放在这边好了，让你追踪，就是欢迎你来。其实今天真的是我没有要录，今天就是真的约好了，就是要做几样事情，然后就想说啊，我真的要录那个啦 ，vlogging 啦，因为的确是我在车上看到有人。就是传那个讯息说很想要看我 vlogging， 所以我想对啊，我不是已经说好了？你也蛮久没新增。对啊，我要认真一点。好啦，今天就结束了。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看书了。对，我们今天要看书。那你要哦，你看那本，那我、啊、那我要先看哪一个？我就想先看这个好了。对啊。改变一些习惯。好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来 ，Kitty Coco say 拜拜。哎呀，哎呀。